换第二轮呢，再换第二轮。跟你是不一样的，哎呀，我进击啥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威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在学校上课哦，我们把小朋友带出来这个白端部落这边呢，来做一个布农族的文化体验哦。那现在呢，早上的课程呢，我们就要带小朋友呢去体验布农族的狩猎文化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Sabi kil, apa nama lagi nai saya masih kenal, sakitan, dokusan, no, lonsan. Cie, 用那个铁片，很粗的，这样把它切割再修再修，变成我们石板屋的屋顶，知道吗？啊，要记住哦，我们台湾有两种，应该好几种的，往那个高雄。还有地利，不是对南投，还有那个屏东，他们是黑叶眼，我们这是属于白叶眼的，硬度最好是我们的，但是不好烤肉会啪啪啪，那个石板烤肉是他们南投，茂林乡那边的黑叶眼比较好烤肉，对对对，好知道了哈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布农族以前要记住哦，全台湾的石板屋只有三个那个种族哦，布农族。台湾族卢凯，其他没有在做石板哦。OK， 好 ，OK。枪口一定不能对人哦，如果你们对人，老人家会骂哦。好，放进梦里面，拉回去，对，哎，回去，固定好，这样就可以射击，就可以击发了。好，先不要挤发，先扣手，先不要放进去，先不要放护挡里面，抓前面，稳住枪托，不想去，吓一跳，好，瞄准。我们去打猎的时候，第一个哈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我们跟你们不一样的，我进击啥不行，跟你们不一样的。
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古风社区活动中心哦，我们要做这个 DIY， 就是风铃哦。等下呢，去看，让大家看这要怎么做出来。我们走吧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完成的竹风铃 DIY 哦。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去吃我们的布农族的风味餐。文化体验学生最期待的就是风味餐。荧幕前面的你是不是也食指大动想吃了呢？下午的时间由部落耆老教我们做水竹枪，这是一个利用竹子进行空气压力的铜丸。做完后，每位学生个个都想成为神射手。没听过吗？没有。玉米酒是煮蒸熟了以后，每一个人这样摇摇摇摇碎，放在一个桶子，然后让它发酵。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想到口水就啪啪哈。小米酒的做法就是先蒸好糯米。加入适当矿泉水，然后加入自家调配的发酵粉，不断搓揉，直到糯米呈现稠状，就可以装罐了。放置一周后，就可以享用这香醇的小米酒。最后，今天的布农族文化体验课程在齐老的织布教学下结束，不仅学生，就连随队的老师们也收获良多。想要体验布农族文化，可以报名白端部落的活动。
今天的文化学习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